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雷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乐馨一大半，你是想怎样啦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只有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嘿嘿，大叔啊，难道就这惩罚表不会被骂？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公司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大叔啊？大叔高举高跟鞋合唱，说等到神灯出现就许下三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世界都和平，第二三个愿望就是希望甚至加加薪。 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结结巴巴，还有那些雷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康乐馨一大半，你是想怎样啦？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嘿嘿，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住他的笑啦。大叔啊，嘿嘿，大叔啊，难道就这惩罚表不会被骂？嘿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能来公司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拜托，我要你加入粉丝团呢。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。什么不加？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说的话出他的笑啦。大叔啊，嘿嘿，大叔啊，难道就这惩罚表不会被骂？哎呀，你说啊你说啊，你能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对，大家可以把免费的人气票送一送哦，只要加入粉丝团的小伙伴都可以在粉丝团的礼物栏，然后有那个免费的人气票，然后大家可以每天把这个送出来哦，不然就浪费啦。人气票这里这里送出来，对的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下一次直播呢会开播 ID 通知，还有我们的粉丝群会通知大家哟。